哈，大家好，我是枪队。啊！我要为玩家发声。最近也是出了一个紧急刮刮乐，然后说能抽传说皮，我也是看了一下中奖的名单。我是发现这一天送三个真不错呀。他这个活动是10月1号到10月7号，按每天三把，一共送了21把传说皮。咱们国服一共有多少玩家呀？你一共送21把。这每天 QQ 上面铺天盖地的使命召唤广告，你才送21把呀，你才送21把。我就不评价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M4 的能量脉冲。其实这个活动还是蛮不错的，可能玩家也没想过中皮肤啥的，这个能量脉冲做的是真不错。这个子皮我们先来看一下武器监视，这个武器监视看起来还可以啊。这个机瞄是真大，看到这个圈我就想起来三个字儿：大冤种。虽然我没有抽到皮肤，但是有个 M4 这皮肤还是可以的哦。发射完毕。